大家好，我是 Sally。 刚才呢，我跟几位同事呢到这个伦敦金雀码头第二金融城的50多层收了一套三居室的高层公寓，那么我就顺道到楼下来这套两居室的样板间呢带大家来看一看。像这样规格的两居室呢，在这个项目里面它的要价呢大概是在1000万人民币左右，进来跟我看一眼。